马勒基书第三章一节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：我要查看我的使者，在我面前预备道路。恁所追求的主，要忽然进入伊的殿。立约的使者，就是恁所羡慕的，就要来啦。记载，伊来日子，什么人担当得起呢？伊显现的时阵，是什么人徛会掉呢？因为伊亲像炼金的人的火，亲像漂泊的人的肩。伊要坐地，亲像炼清气的银，要清气入味人。后人因亲像金银一样，因就要凭公义献礼物给耶和华。这是犹大甲耶路撒冷所献的礼物，要得到耶和华悦纳，亲像古时的日。古早的年，古早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：我要临近恁，行审判；我要紧紧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、犯奸淫的、滥杀咒诅的、亏负人的工钱的、欺压官府高义的、冤枉出外人的、甲无敬畏我的，因为我耶和华。是无改变的，所以令雅各的子无灭无。七节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：对恁列祖的日子以来，恁常常偏离我的典章，也无遵守。现在恁得怨恨我，我就怨恨恁。恁却问讲：阮得怎样正是活转呢？八节。人敢贪夺取神的命呢？恁竟然夺取我的礼命，恁却讲：阮伫什么事夺取你的礼命呢？就是恁伫东南的十分之一，甲东线的礼命，因为恁同国的人拢夺取我的礼命，咒诅就临到恁的身上。十节，万军的耶和华讲。恁就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完全送入仓库，予我的厝有米粮，用这个来试我，是毋是为恁开天顶的窗仔门，并福气予恁，到无得窗下。十一节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：我要为恁遮蔽草麦，无用瘟疫毁坏恁的土产，恁产业葡萄树。伫未熟的大生，也无落叶。万军的耶和华讲：万国要称恁做有福气的，因为恁的地要成做欢喜的地。十三节，耶和华讲：恁用硬的话激我，恁犹阁讲，阮用什么话激你啊？恁讲，侍奉神是空空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。在万军的耶和华面前刻苦来行，有什么利益啊？现在阮请骄傲的人做有福气，并且行歹的人得到建立。因虽然试探神，却得到脱离灾难。十六节，彼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暗耳空在听，阁有纪念的册。在伊的面前记录遐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伊的名的人。万军的耶和华讲：在我所定着的日子，因要属我，特别归我。我要怜悯因，亲像人怜悯服侍家己的子。彼时，恁要归回，将好人甲歹人、侍奉神的甲无侍奉神的分别出来。